易总，这出差我能不能不跟你去啊？不行。哎呀。等一下。哎呀，美女，你东西掉了。谢谢哥哥。不客气。哎，你去几楼？我去三楼。三楼啊，行。哎呀。谢谢哥哥。不客气。哎，真好。哎，我来，易总，我来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。谢谢哥哥。嗯？不是你咋了，易总？这，哎，哎，我来，易总，哎，来，小心点啊，进来。谢谢哥哥。嗯？哎，易总，你水。谢谢哥哥。哎，这咋回事啊？来，易总，这单子在这儿。不是，你真的咋了？你生气了？没有啊。哎，我来，易总。谢谢哥哥。不是，易总，你咋的了？你咋一直学人家呀？没有啊。切，哎，衣服掉了。谢谢哥哥。不是，我说你这，不是易总，你咋的？你生气了？没有啊，我生什么气啊？那不是我以后不给别人按电梯了，行不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跟我解释什么？不是，那你给我泡杯茶喝一下，我口干死了。你自己不会泡吗？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大不了我晚上请你吃饭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谢谢哥哥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！